吴尊晒全家出游照，搂妻子入怀似大学生情侣，立志要环游中国。8月24日，吴尊分享了一家四口和刘畊宏一家在湖州裸心堡的度假照，感慨中国实在是有太多的美景。之前拍摄《爸爸去哪儿》的时候，也是走南闯北，所以他骄傲地称自己去过的地方可能比粉丝们还要多。如今吴尊带着家人从文莱搬到中国定居，就更方便了。他立誓要环游中国。吴尊的第一张照片就是甜蜜放闪，他将妻子搂在自己的怀里，林丽银穿着简单的紫色 T 恤，瓜子脸五官精致，皮肤白嫩超减龄，完全看不出这两口子已经42岁了，倒是更像20来岁的大学生情侣。吴尊还分享了妻子的独照，自夸取景很不错。林丽银倚在木门上，回头看向镜头，大长腿十分吸睛。Max 长得越来越像爸爸，尤其是嘴巴，当然还有那一脉相承的气质，是亲生的没错了。同行的还有刘畊宏一家，大家各自找了个或舒适或帅气的姿势摆拍。一群人还一起站在某建筑前合影，原来一起出游的还有刘畊宏的丈母娘，老人家稳居 C 位。目前两家人都定居在上海，祝福大人小孩2友谊地久天长。